大家好，我是宝妹。喂，哎、欸、喂，嘿，阿宝老师，嘿，好，咱继续来进行的是第二点钟，哎，节目欢迎咱所有的好朋友哈，继续捧场，继续收听。你头住在水龙乡，这部方面无清楚、无了解的代志，都会当卡咱的call in专线6338601，6338601。今年呢，在咱水果的部分哦，真的是丰收的一年。最近水果的价格，我觉得在我看来，我是感觉讲普通两年吼，因为我不感觉讲吼，最近的水果有什么较好在计销。那很多人就会期待说，因为中秋的过啊，对讲者朋友来吼来讲，这是足重要的。但也有很多听友要准备一些资材啊，通常呢，对这个钙物件吼，老师那么怎讲，做不滴的伊成长过程钙是足重要，所以钙在乡间呢，因对这钙哦。常常老师我们常讲这个是这个所谓的海藻钙，那除了说海藻钙这一类的东西，那是说近几类哦，咱哈密瓜是说美容之类的最甚至这一些作物方面，那除了这个海藻钙，还有没有什么样的钙呢是可以值得推荐的？这是咱听友吼应该想要知影这部分，是不是请老师稍微吼跟我们听友呢说明一下？是，这个除了海藻钙以外，因为有当时啊，这种钙是安尼吼，特别去强调伊的这个吸收效益嘛，啊，你若要俗，上俗的就是这个氯化钙，吼，这个、氯化钙，啊，不过这个氯离子本伫这个下面呢，对于做不较无通讲钙好，对，啊，所以呢，伊也有当时啊，会去拄着这款的这个，啊，就讲它比较没那么好，所以呢，有这款的这个现象嘛，所以。啊，本地这个小兵吼，就有些人呢就比较担心啊，但是你要用少不要紧，比如讲氯化钙啊，本一千倍不要紧啊。那像讲有人讲，哎，按咖喱袂使做小兵没有错，但是你如果给它很薄啊，就是一种物件有害跟无害哦，做这些东西含下面有关的浓度啊，别人啊，咱常常咧讲的这个万物皆有毒，所有物件拢有毒，但是呢。有多不多是取决，不是讲伊这物件的本性，是取决伊的浓度。这浓度呢，高呢，你敢那啉水，你嘛得爱啉啊中毒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咱强调的一个，伫这个啊爱少怎样的方法。所以你就这个上普遍，大概就是氯化钙，吼，氯化钙。那么除了这个氯化钙以外呢，并像咱利用。这个四美八钙啊，四美八钙因为有调其他的一个这个物件嘛，所以它还有其他的这个物件，这那么就大概呢是咱的用的吼，大概就是有其他的这个哈。那么像四美八钙，四个美八个钙哈，这上重要的是讲它一个当动作是这个边筋肥来用，所以啊，这嘛好做者好朋友伫做人，尤其在种宝贝啊时阵呢，特别喜欢哈，特别喜欢这个哈。那么特别介意这种的这个物件哈，就是啊，特别喜欢哈，真的哈，真的特别喜欢啊。啊，安怎讲叫做特别喜欢哈？这原因是因为呢，伊咧用的是讲。这个毕其功于一役啊，这个时间内底呢啊，小个用一下，这个效果呢当然就很好。尤其你摘下的时阵，那你咧落这个落这种冰金肥啊，你倒不如呢，你得全部咧用这个物件来用哦。那么你摘下咱咧用的量少，所以倒是呢还可以。所以呢，这是咱相当推荐的一个方式啊，四美八钙啊。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，除了这个四美八钙以外，并啊，最单纯的就是这个硝酸钙，一般咱是较不推荐硝酸铵钙，比如讲你做后边的时阵呢，那么硝酸钙呢，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啊。那么除了这个硝酸钙以外，哦，咱像这个吸收效益较好诶，哈，就是钙含量比较高啊。那么，但是因为你硝酸钙哦，你喷后边有一个足大的问题，就是讲啊，有可能氮肥伤高，有当时啊，咱伫热人较容易因为氮肥较高啊。它、啊、为什么氮肥也较管？因为啊，夏天氮肥的吸收效益较好。那么氮肥的吸收效益较好的时阵，你那一个控制无好时，伊就氮素较管。那么氮素较管，就较容易缺钙。啊，缺钙迄个时阵，那么补钙，那么你个用硝酸钙，当然就较无适合了哈。那假设你那不是讲这种问题哈，比如讲你要改可以较容易吸收啊，微点钙啊。啊，你氮肥嘛，无想过好管。伫这种情形之下，你会当用啥物物件？你会当用这个硝酸钙。好、哦、啊，
硝酸钙做血瓶挺好的啊，但是你那是硝酸氨钙做血瓶呢，因为它有氨离子哈啊带正电哈，这类的卡波糖跟你喝哈。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啊，咱常常噶，也就比如讲，哎，这个这种药哈，算那是钙哈，咱特别去强调一下咩物件，吸收。哦，咱一直咧强调，吼，一直强调的是讲啊，这个药呢最重要啊，最重要就是讲你钙不是干那看伊的一个成分啦，吼，就讲最重要啊，你去强调讲这物件呢，它是不是容易被吸收？啊，你上面看呢，这个状况之下，那么来使用吼，来选择吼，那么所以都假讲的就是讲，哎，有一个这个。嗯，黑龙是较无机的嘛，吼，四美八钙啦，吼，还是讲像这个氯化钙、硝酸钙、四美八钙，哈，四美八钙这种物件。那么够几个就是咱这个有，就是一个叫代贺药，这是一个这个它比较浓缩的一种这个氮肥。那么这是德国的当然的，就是。啊，它是让它哈，就是比较属于一个这种胶体类的这个肥料哈，在德国的这些产品，啊，因为这种呢啊，它就更容易去吸收啊。这上重要的是讲伊啊，伊的附着性较好，伊会当真容易来解这个吸收哈。那么这个上重要，伊这物件哈，它把它挑出来的时阵，咱知影哈，钙呢通常。也觉得比较偏那个碱性啊、哦，那么你改这个也当改调高的这个 pH 值呢，这个比较低啊、哦，比如讲以原的原液大概 pH 值 4.0 啊、哦，4.0 呢啊，你改稀释几千倍料啊、哦，这稀释几千倍大概就是大概在5.8到6之间，好、哦，那是用几千倍。那么这种呢的你的做这个血瓶的时阵呢，效果就特别好哦。它就啊，纯粹的是这个浓缩的这个钙液肥啊。这种呢，你要用呢，它就比较单纯，它也没有这种你讲了氮性管理当用，就可能解决物件好。那它的这个量呢，就吸收的这个不错，所以啊，这嘛是咱会当给你推荐哈，会当推荐你的啊来使用的这款的解决物件哈。所以呢。这是德国的一个这种哈，就是它啊，这个呢用的还不错哈。它最主要是钙哈，然后它也是一个液态哈，液态，但是呢啊，因为这是一个啊这种胶体的这个状态哈，真包括一寡这微量元素拢是这个螯合态的这个存在。那么这种的这情形之下。啊，就对这种物体来讲啊，这物件它容易吸收啊。比如讲，你四美八钙，爱的是啊方便哦，而且它纯度高哦，这是也优点的。讲它没有很贵，但那像这种呢，这胶体的肥料就稍微再贵一点点啊。那么除了这个以外的，各含其他的一个这个有机物去螯合啊。比如讲，像咱含这个海藻去螯合的，就是有这个。这个海藻的这个螯合钙，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氨基酸啊、哦，这个有哈氨基酸的一个这种啊，这个游离态的这个生态钙哈、哦，这种物件来的泌诺钙啊，这种物件，那么它是氨基酸去螯合的，而且氨基酸去螯合，它有一点点氮哈。哦你这个氮呢是增加它这个风味，啊，这特别适合在这个幼果期的时阵啊。那么幼果尤其果啊的生长的这个速度就紧的，幼果到中果这个中间，那么你给它补钙，然后尤其夏天哈、哦，给它一点点这个氨基酸蛋白质哈、哦，这个也较容易来改这个吸收。它是一个这个因为这是天然的哈、哦，天然的这些物件，所以也很容易来改这个吸收。那么这个比较容易去渗透吸收，重要的就是讲伊搭配着这个啊这个钙吼。啊，你若准讲伫这热人，你当啊用这个物件吼去混合，比如讲你有其他的这个叶面肥要混吼，那么你来加一撮啦，加肥啦是虾米款吼？啊，这上好呢。这类物件呢，它就比较稳定吼，因为它最主要的氮呢是来自于氨基酸。那么氨基酸有这个缓冲的这个好个，所以呢，你这段时间你的这个吸收的这个好效果呢，都会特别的好啊。那么咱也知影吼，那是要改善掉这部的这个瓶颈吼，这个适当的这个氨基酸呢，那么其实是很重要的，这些物件适当的这个
这氨基酸类解这肥料呢，其实都是蛮要紧的哈、哦。那这呢好个呢会比较好一点，好、哦，对，供去适当的解这肥料呢，这个效果会更好啊、哦。那么也较容易吸收，这个原理就是含咱的用这个这种有款哈，咱的用这个叫做N9 类似这种，而且是说 N9 呢，它可能更着重，更着重于在于这个，以对着这种阴天，这种光合作用效率的这改善。那么这个氨基酸去熬合的这蜜诺钙，这些物件呢，你也可以去使用，这些物件改善风味，然后防止裂骨，这个大概是最有效率的这个地方，所以呢。这个呢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有男同朋友想了解到的，讲你那是想要怎样大概呢，想要去知道这些，那这些物件稍微比较一下，那么会当用朝这个方向呢来改这个思考哈，这些时刻哈。那么这呢，应该都无真大的这问题哈，这个大概是这个道理哈。那是或许哈，那是我伫这使用的当中有啥物看不清楚的这些所在哈。那么希望所有的这些空中好朋友哈，那么伫这方面，那我们再给他哈，刚好的呢，再来给他处理一下哈。那因为呢，这个夏天哈，这伤寒、伤热、伤打、伤打。伤寒、伤热、伤打、伤淡，哈，这物件呢，这个呢，这个就很要紧。伤寒、伤热、伤打、伤淡，这阵呢有可能伤淡，有可能伤热，哈，这个都很容易造成缺钙，哈，这一定爱消化来改这个做解这个补充，哈，这个呢还是要小心，哈，来改这个做解这个处理。那么。除了这个问题，不过其实就大概吼，这阵啊来开始呢，我开始要去注意吼，有一寡较早熟型的这个柑橘啦吼，虽然讲哇，迄个足久的这个代志，咧九月尾，国历九月尾的代志，即马咧七月中吼，但是你要开始注意这个颜色吼，颜色的这个转换吼。因为咱知影吼，这个像柑橘类吼，柑橘类呢，伊备料的时阵是绿色嘛，对吧？对，绿色。那绿色呢，最主要是这个叶绿素，也换，也换这个橘色，这同熊淡麽色的这种，咱讲淡麽色橘色，其实就是胡萝卜素，加着一部分的这个花青素哈。那么这种这个胡萝卜素这种，那么这是黄色到这个红色之间啊，黄加红，它就会都可能会变成这个橙黄色啊。这个那么花青素啊，这个大概的柑橘类这个会比较少啊，比较少。那么花青素一般就是像这个啦、樱桃啦，吼、哦、这种桃啊，吼、哦、这颜六色哈、哦。那么这个柑橘类吼，因为这温度真高，温度真高呢，也会影响到伊的这凋谢哈，所以着色要趁早，着色要趁早。所以今嘛的这个时间内底呢，就是爱控制袂使可以伤过头，伤过头侪。夏天呢，就是。所以有咧大啊适量的这個行动就好啊，所以不能给它太多，因为这个着色吼是一个凋谢吼，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这個过程啦吼，所以伫这个内底有各种的一个，并讲像有诶未成未啊未色爱就变色去啊，啥物叫做啊未色就变，并讲白日啊本来绿色啊白者超微大也换色吼，所以这里这种各种的这颜色的这改变。那么变光像这个叶绿素哈，那是果实生色啊，叶绿素消失，那么花青素类黄酮之类呢，就开始来改这转化。那么其中这个花青素是其实是糖分的这代谢产物，所以一般来讲，同一个这个水果内底哈，等于讲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水果内底，迄个颜色如果叶花青素的这个含量愈高，哦，这个物件呢，通常就是代表着这个果实的糖分是愈会较甜啊。所以咱咧拣的去拣个靠色，比如讲平平这个苹果，哈，这个苹果。那么这个富士苹果，你啊看迄个灯色灯料较水的真，黄料真水的，这含迄个安尼黄甘黄甘，差不遐。两个的味道糖分还是有多多少少有一点点这个差异哈。
那么是这个花青素呢是愈多，那么高血管顶的这个性呢就愈明显，比如像大肠啊啦吼，啊，比如像这个感冒病啊，感冒病这个又更特别，有一个茄红素哈、啊，所以就是讲，伫甘蔗类来讲，同一种的这个品种，伫、啊。啊，这个色水哈，比如讲伊个性啊是愈深哈，愈深通常咱就代表，那么伊个这个品质是如何？那伫市场内底哈，比如讲伊啊愈色愈水啊，比如讲像红柑，是讲咱的一个这个木薄，这色啊是愈深愈水啊艳嘛，这颜色啊，这对咱来讲呢，就是讲看起来就较好食款啊，事实上伊嘛计真好食，所以。这个时间其实是相当哈，对着这个涉水的这个管理哈，今日这个特别的提醒着咱所有好朋友，局的这个颜色的管理一定要控制这个鲜红，那么淡素唔当伤过头，侪话讲啊，这土红加加掉，这唔是这个土红加加掉，土红就是代表伊的这个淡素伤过头管，啊你加加掉，伊的营养无消耗掉，伊嘛是的。伊嘛是爱为其他的所在去吼，真无嘛无多消化掉那种囡仔，囡仔他唔困，爱在规工伊也无运动啊，无用。你啊操操啊，稀咧咧，拢嘛困啊，无够忝，所以呢爱改放电吼，囡仔呢拢爱可以去走走的吼，那么让他动一动啊，改放电，当然袂使生了伤过分啦吼，生了伤过分呢啊，伊可能的迄、那个啊，安尼俩公俩安尼吼，所以呢啊，这个呢会比较哈，这个。出问题啊，这个大概是这个道理啊。那么咱甘蔗类呢，是伊糖量也较悬吼，这个含糖量也较悬，甜分也较高，伊个色水通常会较水啊。那么尤其呢，伊这个啊，伊那是伫一种外口吼，因为像伊个白日嘛哈，晒太阳，向阳面的比这个背光面吼通常的好吼，所以有诶去甲伊用这种比较白布迄个底啊或者头。以上那个慢色光吼，所以照起来伊个色水就会较水，所以啊，尤其像这种这个木屋吼，伊个话，咱去甲喷那个白漆吼，这木料呢，就是希望讲第一防止日烧，啊，过来就是伊个色会更较焦。你像这种文旦吼，有的去改大纸，有的去改小改加日吼，就是惊这个白日啊，白日呢这边的这个色和那边色不相关，这个也会出问题的哈、哦。那么一般在家就是要跟咱听众朋友特别提醒哦，这阵啊热人诶，真容易淡素伤过头侪啊，淡素过高，淡素呢侪时阵呢啊，伊的这个叶绿素较容易生顶，叶绿素较容易生顶。伊个基调的，它红性透红，大量的氨基酸、蛋白质，那么有机质消耗掉，所以呢，伊的这个减少掉这种糖分吼，伊的果肉的这个累积，所以甚至也掉价吼，咱来讲的这個掉价，所以文旦呢特别准备特别收肥啊，所以尤其咱来讲的收肥最主要是淡素，你每期再加一点钾都无所谓，但是这阵呢，就是袂使个一直甲吹这素，你若吹了伊个。它就容易透红啊，比较容易透红啊，那透红呢就较容易掉价啊，所以这点爱小心注意者哈。那么这个目前该看起来哈，就是讲啊，这个夏天呢啊，这个时间内底特别要注意这个叶果比啦，就是讲伊的这个叶果比呢是适当哦，这个偌济叶啊，偌济这个营养，这拢是固定的，袂使讲叶安尼骨忽，是正经。掌心较无遐用的了，较少嘞，因为这叶果比若无够，伊种色水啦各方面呢，都有法都表现较袂起来，所以这个咱对伫这个夏季这个时阵，这一点爱小注意者吼，那么特别小心啊，这个控制淡素肥哦，啊那么伫有诶讲爱用这个高磷钾吼，尽量那是许个当卖用高磷钾的，卖用高磷钾，咱土家底因为都有落雨，咱用这溶磷菌。啊，咱个补一撮啊红咖喱，吼，啊，咱淡素些控制者刚刚好啊。那么这个呢，纯钙，吼，比如讲抓药的时阵，啊，补一点钙，补一点铁，特别是钼，吼，这些微量元素，小钙这些补充起来，吼，伫这个咱果树来讲，那无毒水，啊，伊根的这吸收的这能力较好，尤其有这溶磷菌，那么伊就较袂有这问题，较袂透红，因为咱控制这些淡素袂透红，袂透红伊就较无这个。特别影响到伊个一个感冒，比迄只感冒一个灯色吼，所以唔是讲等到灯色无正常，看来咧哦，即阵就爱开始
稍注意一下，稍微注意一下，因为啊，差不多在一挂像油啊，差不多的大概差不多啊，这个大小应该是差不多了，所以防守对来讲，等级像你啊，这重要，因为伊是过了迄个中国期啊。过中国的期间呢，这个淡素就开始爱来改这个减少。那么这里底这个食，但扮演一个真重要大大肥，扮演一个真重要这个角色，因为糖分合会当去合成去运输，对淡有一定的拮抗作用。那么这当可以这吸水较水哈。那么伫热人的时阵，特别呢啊，这个买便吼买便，你可能爱伫高温这个时阵去补一便。比如讲你往年呢，这个食水拢较无通遐尼水，那么你可能爱补一便。这膀胱木这两项呢，那么当相对着这个着色呢，喏，真重要的这个所在。所以呢，这当然这种病小做一下这个了解着哈。那么咱够一个就是这个。钙啦，吼，钙吼，这边啊，补钙呢，会当予伊这个，因为咱小知影吼，这种钙呢，其实啊，虽然咱你伫强调甜度含食有关吼，但是你要这种东西要留得住吼，所以钙呢，钙若无够，后边这都拢免讲吼，所以呢，你爱钙小注意者，尤其土壤是较酸的呢，较容易欠，那么欠钙呢。伊个果实的糖度啦，是讲颜色啦，吼拢较袂出来，所以就咱们小心注意者，小心注意者哈。那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那么适当用一挂这个氨基酸，啊，这氨基酸袂使用伤后边，所以即阵你也当用这个米诺钙，哦，这氨基酸偶尔钙去做色的分担，哈，但是这马上袂变。啊，即你用伤后边吼，伊个有迄氨基酸的作用，虽然只有一点点，但是还是。啊，会较影响会较大，但是你若有一定的一个这个啊，比如讲伫咱啊咧用的时阵，一挂这氨基酸啦、多肽吼，比如讲 N 九这类嘢啊，那么一挂这个几多上啊，这拢会当去这可以的这个色泽各方面呢都会比较漂亮一点点啊，所以这底下会当我咱听众朋友吼，小知影者大概。啊，这个夏天哈，你还是要去注意哈啊，怎么去注意哈？你这样不好一点点强调，大概就是这两件事情啊。第一哦，就是伊这边那是过中高期像温蛋，这阵呢啊，就开始准备咧收肥啊，对，不变肥料，咱就开始要收缩。今嘛来重要的、就是，别使和伊个一直透红起来哈。所以咱讲的收肥就是控制氮肥。那么，涂骹咱用这个进脑用过这溶磷菌，你最主要的是个对着这个钾肥这个补充，那么这个大概就没有问题。那么说下去，伫高温的时阵，吼，注意钙甲磷的这个使用，哈，这个肾不会变啊，吼，过来影响呢就不大，因为钙甲磷的后边的时阵呢，大概就没有办法了，大概就没有办法。上面叫做没有办法，就是讲迄个作用很少了，迄个作用很少。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这当我来调整朋友就做这场课哈，嗯，好，来6338601 6338601，这是咱现场的 coin 专线，直接欢迎咱乡亲多加利用哦。有任何不清楚、不了解的问题，拢会当卡咱的电话。好，接着呢，来看另外的听友吼，因为一个相关代志，来看咱听友哦，我问阿宝老师的这个问题，这是您哦，您呢，他有传了这个照片，伊讲龙须菜呢最近有黄化的这个现象，请问老师，这要安怎防治？因为伊的龙须菜啊，这香瓜啊、秋啊，以及种伊的这个反吼，这个是高温啊，吼高温，所以这上好呢，当改。是适当的一个遮阴啦吼，所以呢，嗯，这伫热人的时阵吼，通常的较容易有这个问题，所以啊，高温啊，伊这个龙须菜的行动不良，啊，行动不良的时阵，伊叶啊都会反黄，这些甚至呢，较袂透气吼，所以利用这个玉米素吼，去增加伊的这个透气。啊，但是呢，这个特别的是爱去注意到的是这个遮阴啊，这日头卖会嫌咩吼？即阵呢，这还是讲你会当甲这个买咧种龙须菜吼，因为你无可能食甲足低吼，你食乌棒啊，你嘛爱人会当做工过对吧？爱伫这个乌棒啊顶是乌棒啊卡，一般通常伫管顶呢也该泵水吼，用这脑都掉药呢，该利用这个泵。
喷雾降温哦，啊，这改这个喷水啊，喷水呢，这种呢可能呢会比较好一点点哈，哦。那么这通常是这个得力的哈，哦。那么热人的这个隔温的就容易哦，这个因为啊秋哦，这种呢就会进入了这个。伊即马即种温度高吼，伊得反黄，而且是落雨，尤其这果啊吼，伊个果啊果呢是变讲伊落雨，落雨甘水呐较济，甘水较济，你无啊无下瓜掉的时阵呢，伊得真容易呢，即个根呢较歹，根较歹，伊得较容易反黄叶吼，所以。那么这一点爱稍来改这注意者吼，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，伫热人有一个足讨厌的吼，就是这落雷吼、冰雷啊，一种吼，你啊也一挂这种雷啊油啊，啊无伊会伫迄个摇下卡吼，比如讲用高低坡啦，什么款吼，这北沙这一吼，啊无伊个足讨厌的吼，这。那这个高温引起生长不良，油啊反黄啊，分枝也变少啊，产量的，这个尤其那是落雨吼。强降雨以后呢，即种伊落雨，伊即马着甘水，甘水啊，伊是毋是着较容易出问题？所以一般通常就是讲，你爱保持有适当的这个水分哈、哦。那么尽量是伫饮水的时阵哈、哦，就是讲，会建议讲即个日头太阳西下以后，再来改即个灌水。这其实是以后应该是早上来灌水会比较好。再去吼，有诶讲啊，到下晡时来甲灌拄啊好凉凉，这个好像也是一个道理。但是你若是下晡要灌水呢，也不能太晚。比如讲你三四点啊呀，你得管你唔能等啊，三更半暝你卡咧灌水啊，这个不行。这种呢，这物件就是讲会当互水呢有一个小块去流动，哎，互这个水呢，这个也高温吼，所以你用喷雾吼，用喷雨这嘛是一个袂歹一个效果，就是讲。因像即马伫花莲，即只只伊会用即个遮阴网，50%的即个乌网啊，小家加一个热人，寒人的时阵，大概就即个夏天过了啊，大概收掉，即乌网啊呢，那小加一个，这三两是当真有效来改即个增加，所以啊，还是要靠这个哈，即物件无啊多啦吼，即无啥物较好的即个方法哈、哦。那么最主要咧，那么即个有呢，剩当最主要还是预防高温哈、哦，所以适当的即个灌水。哦，阿你啊，总讲像即个落雨气候有吼，即樟头灌一水啊，即种侵害绿藻吼，就是讲把迄个根固好势吼，啊无你若是日照悬吼，这高温个强日照吼，即个龙须菜吼，拢黄叶，这唔是啥物调病吼，所以咱今日伫第一点钟节目一开始，大家咧讲即种黄叶的这个问题，其实啊黄叶的问题，第一下咱拢会先去考虑着根吼，啊所以啊这真标准的，就是即个根的这个问题吼，即个根系哈，根系的这个问题哈，所以啊，这当个咱好朋友小做这个参考的哈。那么因为这个真的是有些问题，真正有问题啊。那么你若总讲阴脉以及然对焦是白，你若甘水多，那么就很可能会出问题啊。所以你点按条条兵小怎样解，这个大概是按那解得力。所以啊，最好的方法热后房啊，然后注意水温的解管理。那条兵配合用这个玉米素，这落肥的时阵，这夏天一定要补肥，差不多伊夏天伊生长量足大，生长量很大，哦，伊的生长量足大。那么这生长量足大哦，但是你袂使讲啊，伊生长量足大，我都可以啊。但是可以较侪肥吼，可以。但是这毋是讲一概可以爱补肥食的啊。但是像那是温度伤过头高，日伤过头猛，这生长嘛生长袂起来。因为毕竟呢，这因果啊呢，这个大概拢爱了较凉小块这所在啊。所以最好的方法呢，不啊是认为讲这个50%的遮阴网呢，小卡加起来，这个呢大概是比较好一点点的哈、哦。那么这个呢，可以小做姐姐唱歌啊，好，来6338601633860一，这是现场的call-in专线，欢迎咱乡亲哈、哦、多加利用哦。好，
再来看哈、哦，这个410这个问题先给伊回答者哈，伊讲伫这个大陆大陆呢，这个、沙漠边哈，沙漠边缘种花啊，那么伊修行的时阵一片绿，啊，伊这个气候干燥，这个干燥高温，为什么不会得病毒病？而且是露天的病毒病，不会从天上来。哦，这个病毒病呢，拢会对来。其实啊，你那是这种它，就是它干燥的这些所在，其实也是会得病毒病，并不是不会得哈、哦。那么，但是这得看讲，迄个所在，假设它温度高高到一个程度的时阵哈，迄、哦、迄温差足少的，因为迄地因迄只遐吼，这个。比如讲，最近即马开始咧出啦，诶，即个新疆的一个即个哈密瓜吼，啊，伊个就是即个脆脆这吼，这应该那是，大概在从现在开始一个月吼，特别是差不多在两个礼拜以后呢，啊，迄果要够俗俗啊，靠甜吼，真的是非常的便宜啊，这即马从即个时阵吼，即个。哎，六个西瓜要个算不便宜啊，但是个贵两礼拜吼，它也咧降落来，迄速度足紧的。咱今麦咧讲的是同品质的这物件，那么包括伊迄、那个一种哈密瓜，哈密瓜是青吼，一种橘色、浅橘色的一种，吼浅橘色的这种，唔是网纹瓜吼，也有浅网纹啊，但是也把是青吼，一种咱这个感染性的，一种咱通常叫做这个哈密瓜吼。那么这物件呢？有一个它特别的，就讲伫这沙漠边缘，因为这鬼啊吼，一下落雨，然后落雨就比较容易烂，对吧？哈，那么这个伫大陆呢，有一个所在叫做民勤，民勤是这个甘肃哈，甘肃的一个甘肃，甘肃省民勤县应该是哈。那么这是一个这个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，就讲以这个鬼啊吼，伫因迄个遐已经是变作是一个。就是种果啊，一个足好的这个蔬菜，其实也是核桃的这个外援啦。核桃，这个黄河百害为利一套。较早咱咧读册时阵啊，都会去念到这个哈，就是哦，这个核桃平原哈。那么这个核桃哈，这个那么这个核桃平原其实。应该是较熟这个，就是讲，古早时代其实就是黄河以南这个所在吼，大概啊，伫这个宁夏吼，以这个河套呢，大概就是宁夏，那么就宁夏平原这个，那么这个附近，就是陕甘宁平这个，它有一个固定这个所在啦吼，就是大概西安在北面一些吼，那么甚至东边一直到一直都要到那个包头，刚好就黄河转一个弯迄个也好。那么这类这些呢，因为这类农业灌溉非常的，因为古业地区就像一个么字形啊，那哈，那么所以他这类供给供这类河套灌溉区，哈，黄河百害为利一道，就是被供给的是一类所在。那么在这类贺兰山各个分这类啊东套西套，这些银川这家加这的生西套。那么你这附近哈，在这个河套平原的边缘哈，内地当然是啊粮食生产上好，这个边缘呢，种因为有水哈，它有水，然后它一个有这个很干燥的这个气候这种气候，所以你这种所在咧种瓜啊哈，这讲啊翻天来就是讲无啥物技术哈，沙卡拉拉的有，讲起来是安尼啦，但是最主要它也没有营业粉丝哈，这个伊咧因为温度到中岛的时阵，有无这个朝穿。雁门关外野人家，哈，朝穿皮袄午穿纱，这个抱着火炉吃西瓜，这名呀，是上面一个抱着火炉吃西瓜的，不是真冷啊，这，但是呢，这个哎很会哈，这地入秋了，这当然今麦唔免，今麦也是，但是甘肃哈，较早这个甘肃，这今麦可能是真正是气候变迁，以前。啊，这个我拢唔相信什么叫做气候变迁，所以我拢认为甘肃是足大山西哈，山西咱咧看迄、那个，看迄个叫做什么，有一片云啊，一个红顶山人，哎呀，一个大红灯笼高高挂哈，类似干嘛因迄种啊，迄、那个所在呢，该形容呢就是很干哈，然后最近去看了一下，好像也不是那么干燥哈，有点真正是这个气候变迁。有人说不是啦，在西安也是一片绿，不知道西安就是长安。那么这个甘肃民勤这个所在呢，它有一个有一个这个很多种品种，
有一些类似这种哈密瓜这种，那么引去改做一个，就是申请一个国家地理标志哈，中国蜜瓜之乡，这所在呢就很多，哎，就好景哈。而且因上吊的是讲，上吊的是讲，迄个所在没有那个，这不是阿伟到新疆啦，阿伟到一边，那么就是在甘肃这个平原这家家哈，那么河西走廊的这个。这个北部哈，那么大概这个位置哈，就是属于温带大陆型干旱的这些气候。那么在这个大陆的这个边缘哦，这种沙漠气候，你就要大，这个冬天很冷，夏天很热哈，但是因为有灌溉嘛哈，所以呢，这个所在一年雨量哦，大概100毫米呢，100毫米，有当时咱一天哦，咱一天落的等嘛100毫米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其实。相当的这个冬瓜相当的不错，所以那么包括咧种啥物，因叫做瓜打瓜的是即个鬼子鬼啊这种哈，这种呢，这些传统哈，所以这家家的这是全世界一个一个啊瓜类一个这些采种田，做些拢伫家咧采种，露天得当种啊，因为因的粉丝呢不太喜欢那个地方，所以。那么你若是个滴灌带来配起哩吼，那么就一点点水吼，这个灌溉呢就啊就可以解决种出来这个果啊吼，你还知影迄种物件，这果啊品质的足好诶，这个呢就挺好的啊。啊，这当咱好朋友小做者了解着，所以为什么伊未得这个病毒病吼，未得病毒病一个足大一个这原因，是因为无营业粉丝啊吼，这部分散吼，没有粉丝去。我记得营业粉丝啊，那么为什么没有营业粉丝？太干了，所以比干燥，然后高温哈，它温差足大，伊个日夜从今嘛呢，暗时吼，差不多在12度到14度之间啊，14度暗时，14度，这个白天呢大概33、36，33暗时14度，所以你讲个日夜温差，鬼爱好食，一定好食，好些。原因是安尼啦，所以就有人就没有哈，需要做解解了解点哈。那没有病毒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病媒啊，无迄个病媒，就是去改即个传染。因为你个仔啊本身就已经得病嘛，啊，因为因非常保护着因的即个即个产业，所以啊，你即个仔啊呢，你袂当我白买哈。这甚至因有规定是即个爱认定，你才会当写，才当讲是即个所在即个即个。这种民情的这个，对民情蜜瓜这个国家地理标志，那么因为去做一个哈，并讲像，足侪所在哈，让这个有时候呢，这个地方大了哈，什么弄一寡较特殊的这个环境哈，有时啊，这是咱伫台湾呢哈，咱比较不容易去达到，所以咱总要总要变过。这个分散的嘛，控制袂掉，伊也唔免控制分散，记载去大，所以袂嚣张，所以袂嚣张。但是你若像伊，一旦迄个水分呐是滴啊，并讲像云南这边吼，云南这边这家家，那么伊入去种番茄，种番茄的时阵，伊规个这个，因为伊无遐干燥吼，云南没有那么干燥啊，但是伊就是伊阳光充足。但是伊无像杜家讲的迄个甘肃迄个所在遐尼干燥，所以伊也不太容易有这个病毒变化。啊，所以即马像伫即个甘肃做即个制种的即个基地啊，真侪因为咱人体体啊，因为灌溉了，其实整个环境改变了，环境迄个改变的时阵呢，啊，迄个所在也不见得那么干，然后也会得病毒。哦，所以就是这个天气干燥，然后没有啊，营业粉丝去传染，所以被动呢就不太容易上。啊，然后他那个伊迄个有个紧搭嘛，吼，即个伊个透气性好，所以伊迄个所在呢，根本土壤嘛袂掉即个黑田跟虎变吼。所以因为好种，啊好种呢，伫当地种果啊都无值钱，所以。比较早呢也不值钱，较早爱食会饱，起码因为有交通方便，所以这物件当运出来，能够运出去才有机会，所以你们叫我都可以做这个，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。这当我的好朋友哈，小做这堂课哈，嗯。
好，来63386016338601，这是现场的客运专线，欢迎乡亲多多利用。最后阿哥有一个问题吼，咱过来看来的这个问题，伊问老师有关伊这老朽啊呢，饲了较好畸形，老毛红一点吼，旁生哦，这个肯定比较懂，是因为呢天气伤过头热，还是讲肥无够引起的这肥伤？啊，是讲，水无够，树顶呢生长有障碍，伊本身呢有用土豆粕做基肥，啊，地下面呢冇用哦，这农药牌诶速效100.5毫，一分地呢一包40公斤的硫哦硫酸钾，一分地2公斤3包，顶一阵嘛呢有罐头，啊个有水肥硫酸钾硫酸一钾。阿公妹，拢总5公斤，一桶水。所以老师是什么样的情形，才有法度可以恢复正常？因为你讲有哈，这个罗马红哈，这罗马红一点呢啊，这个出来啊，罗马红其实你也像啊，以这种就来讲哈，就是讲伊出来，伊那是有这个对下手啊，正常你无这个对下手嘛是袂使，所以你这整体一个这个肥料呢，其实是。太多了，这应该是这个肥伤，这个伤热啊，伤热啊，你那肥得较济吼，伊土壤内底迄个乙烯值的变管，哦，因为咱水大了足紧诶，对吧？哦，所以你安尼个想，就是讲迄肥落来啊，落伫迄个所在，话讲伊要食得有对啦，这句话嘛是对诶吼。真是伫迄个所在，等于着甲咱诶根生起来，那么水落去啊，伊要食水，伊诶。啊，乙烯值较悬哦，这土卡较咸，土卡要咸，做无要食水啊，真出力啦，所以食较袂掉吼，所以这食较袂掉，所以表现出来这叶啊呢，就会变形哦，也这样呢，磕磕吼，然后叶啊尾呢，小可倒凹吼，叶尖啦吼，叶啊尖的山，所以你这做标准的吼，嗯，这是一个乙烯值吼，就讲咧肥分肥落了有较侪淡薄啊呢吼，啊，这点呢应该是会小知影者吼，所以。啊，水无够，啊，毋是水无够，水较济伊嘛食袂到，因为呢，你肥较济吼，你的水吼，咱正常的这个水量是讲较低一数啦，你的肥就去甲咸伫迄个所在生掉咧，那么就会有这种生长上的这个障碍吼，啊，比如讲你用这个土豆壳啊，一个拍肥底吼，啊，补肥的时阵用这个105这种的。一个105号，这种这个是咱啊大肥的这个吼，这大概就是五号啦吼，这种呢，这应该是这个大肥的这个这种五合啊，这有机复合肥吼，这氮磷钾16、82吼，这其实这个起来吼，比如讲这个这款的这个肥料啦，这种。那么你咧用呢？其实你可以用1号、142嘛，不要紧啦吼。当然你用5号呢，不反对吼。啊，但是你个用这个硫酸钾，比如讲你一分地吼，一分地一包吼，这个大概就已经很过了。硫酸钾一分地25斤的3包，不需要那么多钾肥吼。你若是要用较侪钾肥呢，你倒不如就不用再用硫酸钾，你个硫酸根用较侪。土壤吼，这可能呢很容易缺木吼，所以你的老叶啊呢也枯吧吼，就是呢，因为硫酸根伤济，硫酸根伤济，叶也枯吧。啥物叫做枯吧？这第三张相片吼，第三张你手下骹迄个叶啊，迄种迄叫做枯吧。伊个叶肉的这所在呢，会安尼碰碰碰碰碰碰啊，啊，这种呢就是会让人看起来呢，就讲刚刚无啥接，刚刚从淡索无啥搞，那么叶啊吧碰碰啊，这。第一张其实嘛有啦吼，迄种下下迄个正正，迄种只要生啦较正，啊，叶啊吧浮浮，这种呢，这大概拢会当去表示讲啊，伊的这个有问题。所以你这硫酸钾为什么用这么多，我不太了解哈、啊。那么你灌水各用硫酸钾，各用磷酸一钾，各用镁哈、啊。那么灌水肥哈、啊，这一桶水哈、啊，这大概5公斤，一桶水5公斤等于200杯嘛。其实这个浓度也算还可以。有一点点高哈，啊，你若是要用这個，你倒不如买脂溶的来用，这熟熟啊，一种脂溶的，比如讲脂溶一号，还是讲有来用，就不要再。但是你这个应该上大的这个问题就是讲，啊，这个一分地，这样不好，较不了解3包25公斤的硫酸钾，这是什么原因？为什么要用？
啊，用这么多这个硫酸钾，所以这可能是这个较大的这个问题啦，吼。啊，所以这可能就是肥那热啊，但是你后边吼，那么可能就是你个蛋消化又较关节收缩啦，不要紧啦，吼。但是就是讲，你唔通补较重的，即你比如讲，你每一遍咧补的时阵吼，咱热肥咱无够的当个热，吼，比如讲。一遍一分地40公斤，这绝对是已经是真磅的真磅啊！你这个加硫酸钾，所以这已经是超过，就超量。等你一分地，你甲看，这干那硫酸钾，你得落这个70公斤啊！一分地45公斤的三包，这个是我不太了解哈，这样不好，较不了解的是讲为什么也安尼哈。那么所以你这钾出问题，钾出问题的时阵就是钾太高的时阵，有可能就是这缺钙，所以你这应该是歪头啦吼。所以你注意下看你的这个老朽啊，这个因为你讲的老麻黄吼，迄些呢新买出来的时阵呢，都每一个新买呢安尼，这个顿顿吼，啊然后安尼歪头吼。那么这种歪头呢，这应该是这个缺钙，你无感觉讲你的新买呢，然后新不新嘛呢吼？咁啊，出来拢起头，拢袂安尼顺顺出来，对吧？爱新买嘅叶啊，就安尼 QQ 细叶吼，这个呢就跟钙有关。那么为什么也缺钙？吼，这真侪，这个缺钙是因为你这钾伤过好侪啊。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钾？这个脑机会咱个探讨一下啦，就是讲，为什么用那么多的钾？因为你咧用这种钾肥一定有嘅，你嘅目的嘛，就是讲，这个量已经是很可怕的一个量，就是讲。一分地75公斤的这个钾肥硫酸钾，那么有的人讲爱正咖喱，迄较正，这别三的讲哦，这硫酸钾的嘛别正吼，真的也是，啊无红咖喱较咸尔，但也是真吃力吼，尤其也产生这个硫酸根较侪，然后会有这个木吼，木呢较无法多，也木也去有这个硫酸，这个固定掉嘞，所以这物件呢。就造成你的叶啊白泡泡，是不？所以你这缺钙哈，所以后面你也当用这个补一点钙哈，四美八钙啊。你暂时呢，比如讲你这个肥呢，托慢个落迄个一分地一包的这种的哈，你一当水呢，你也当灌这個，比如讲你饮水，像今嘛这种天，啊过来饮的啊补肥啊，比如讲你若是补补啊，啊今嘛补补啊，因为你的钾已经足悬的啊，所以你卖个用五盒啊，比如讲你加足悬的，你要用。你若是要用这个，你得买个用盒啊。那么你也当用什么用？一盒啊，一束机啊，一种。那么这个可能会就是讲，可以氮肥较悬的啦吼，唔免个得较得用这款的。你若是感觉这个105这种的，你真介意对吧？我感觉你用了袂歹，啊无你用101的，这个保效101是这个氮20吼，啊0.5啊钾10啊这种这嘛写晒。然后有这个有机质的这个，啊，你咧用的时阵用较薄嘞，比如讲一分地呢，吼，你会当饮水的时候，你啊三缸四缸饮一遍水，像这种天大概可能一礼拜爱2遍到3遍的水。那么你每一遍饮水的时阵，一桶水拢会1公斤就好啊，全部都是这个有1公斤到2公斤，啊，连续3遍过，一礼拜两礼拜过，应该的慢慢的回登啊。啊，你那是后面会当甲补一点啊钙，因为你涂骹底这个钾伤过头。这个缺钙的这个问题太严重去啊！这你真看不出来，但是这已经表现出来，就是讲你心肺拢一出来呢，怪怪。这个那么顶啊，如何多生胃病啊去啊？这个那么用一点啊，这个玉米素还是讲补一点钙啊，还是要救济哈。那么那有机会哦，有机会的时阵，咱个讨论看买啊这哦，就是讲。这个为什么用这个硫酸钾吼？因为一定有你的目的啦吼。因为足少看到讲，伫这个咱叶吼，咱老叶啊内底，寒人我唔敢讲吼，寒人你加用寡无啥要紧。那么讲安尼较唔惊寒，但是热人你别删咧用吼，热人你那是加足悬的，迄叶啊吼会烧啦吼，就是讲加人较悬，你那是。啊，加无够，迄种叶啊吼，足鲜的水吼，迄种人食着较无味。啊，你也是加较拄好吼，还是讲因为爱有钙，伊个壳爱润嘛吼，袂安尼烧烧。啊，你那阵是这个钙无够，我这边讲你加足济吼，啊，伊个壳啊定定烧烧。有诶讲哦，啊，食了会洗水气吼，即食槟榔诶，做槟榔。伊讲啊，食了你个壳啊，食了会洗水气，补袂油啦，伊个会较硬擦，尤其你那是。
转这个磷酸去吃，好在你这是用罐的罐磷酸去吃，你若转后面罐这个磷酸去吃就会，所以这个什么硫酸吃，什么磷酸去吃，什么酶这种，这先这拢甲念掉，你一分地一包四十公斤，这也拢甲念掉，那么你用这个一盒啊，哦，这啊你去甲伊灌，咱大概一分地就是。一礼拜你那是饮两遍水、三遍水，反正一礼拜加起来袂使超过七公斤连续。比如讲，你一礼拜你那是按算两遍水，那么你每一遍就是这个三公斤，一拜四公斤安尼两遍。啊，你啊三遍水啊、哦，三遍水呢，你每一遍拢两公斤的肥料的。讲安尼够够有够，因为你涂骹底要搁有吼，可以小啊，伊得要小缓一下。啊，但是上重要是。咱爱先，我爱先了解你这个，因为你涂骹已经落遐尼济这个硫酸钾，然后你搁你灌的时阵搁灌硫酸钾吼，这个是比较有问题的啦吼，是不是算唔对去还是安怎吼？我唔知影，是讲你有其他的一个这个用意吼。那么，因为咱一定爱甲伊了解一下，吼，小讨论一下。啊，小讨论一下了，靠我多去进一步知影吼，就是讲。这个目的就是这大概是这个意思，这不是说要去说什么人对什么人对，这有时啊真的问题就是出在这里、哦、真正这个问题就是出在这个地方，怎么说叫做问真正这个问题就是出在这个地方，那么原因、哦、原因呢是因为呢、啊、这一个真重要的一个这个重点，什么真重要这个重点，原因就是因为呢钾太多，也这个乙烯酯肾过头管，而且第二个是硫酸钾，那么很容易缺钼，所以咱今麦较担心的哈，是这样的一个问题，所以最后先我咱好朋友小做姐姐了解点哈，那么什么问题，咱再个进一步过来改这个讨论讨论哈，嗯。好，来时间的关系，哇，已经是咱六点七点五十五分哈、哦。咱兄弟边啊，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两小时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。但是要下节目进行，宝妹也是爱提醒咱所有在好朋友，这个月呢，咱有促销活动，也个是针对着咱的有米索啊，够咱 N 九这部分。咱兄弟边啊，好朋友那是买四罐的有米索。咱送两罐一公升的雪利旺，买四罐的 N9 送